大家好，今天是2021年8月21号。二十一号。咱们来到红泉那个白大哥的地里。你好，白大哥。好好好。咱这种的这是什么瓜？金城五号。金城五号。现在是到采收的时候。啊，就是。今年感觉效果怎么样是吧？巧克力以后。还可以，关键就是天有点旱。但是我看这个个头也比较匀，都在18-19斤呢。18-19斤。你像你今年使了几次？我使两次。使了两次。嗯。你总体来就是像瓜秧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？感觉还是比较好。现在听说今天刚把这两车瓜定走了。啊，就是。今天定的是多少钱？7.2。当时瓜贩子量的糖度是14点几吧？14点几。应该比一般的那个要糖分高一点。贩子尝了一下说这个瓜口感比较好。大家可以看，就是刚才白大哥说了，今年他这个地方没有这个水源，只是靠天吃饭。今年水比较少，雨水比较少。现在这个秧子是在他同类就是周围这些地方时候比较好的。就是咱当时用的时候是怎么配比的？我是用跟那个复合肥是1:1的使用了。在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咱从我现在这个位置咱慢慢往前走，这些瓜个头是比较匀的，都在18-19斤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满山遍野都是西瓜。这是种了多少地啊？这70-80亩地。咱用这个巧克力几年了？应该5年了吧。16年开始用的。好像应该是吧，有5年了。